微信好，我是金公公，帮帮帮，再看一下我今天介绍的房子，这个青石大后门的一个房子，景观超级好的房子，叫电梯楼的，你们喜欢的电梯楼，再去看一下，这个是床，这个是衣柜，很好呢，衣柜真的很好的，还有一个书桌，让我去看一下景观，我们和平天堂可以看到的，山上也是可以看到的，电梯楼。在这里有卫生，这个有空调，这么看，然后一个冰箱，然后一个水池，水池水压看一下怎么样？水压，哦，水压挺不错，还有一个洗衣机，然后这里有一个电磁炉灶，然后卫生间，卫生间里面进去看一下卫生间，天花是这样的，卫生间马桶、洗脸台、卫生间都是这样的，这个是。当然的，密码是电梯楼呀。这个鞋柜，鞋柜很大很大，哦，这个鞋柜很大呢，上面鞋柜也很大，都是抽屉很多。再看一下，房子不错，就是景观好，潮湿的。看好这房子，景观好，快点过来搞定。房子里面是可以看到这样的，是啊，读书环境非常好。我是金公公。